几根牛棒骨，你会做吗？老爸，我们家是被我吃破产了吗？你就买几个牛骨头回来。你懂什么？牛骨头熬汤多么好喝啊！老爸，这个熬汤太浪费了，等一下我给你做一个碳烤牛骨髓。好。老爸，你先放这边吧，等一下要帮忙我再叫你。好。老爸，这个给我。接着。盖上锅盖，蒸20分钟。大家记得点个小爱心哦。蒸好了，放烤架。老爸，汉堡我烧一下。盐巴、味精、白糖、三香、辣椒，裹下油。葱花、香菜。老爸，牛骨髓可以吃了。你别动，这个很烫，让我来。老爸，这个可好吃了。好不好吃，吃了才知道。爸，这个你吃完之后肯定还想着下次我给你做。吃是好吃，我就怕上火。爸，你试一下。这又筋又嫩，好吃。爸，好吃，下次我再给你做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。